对，你们想看什么车可以抠出来啊？我们有宝马、奔驰、奥迪，还有凯美瑞、亚洲龙啊，都是有的，都是有的。换车看看，我觉得我这个角度看到我非常的美啊，这个角度看我太美啦啊！有没有思域啊？有的，重啊不是鞋是腿啊。你们是喜欢鞋啊，还是喜欢腿呢？我们先唠嗑唠嗑，再去看车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思域有的，这个陈醉哥哥啊，你点个关注啊，你来为小凤凤点个关注啊，点个关注呢，你直接私信我后台啊。思域的话呢，我们在其他展厅啊，在其他展厅哦。我看一下你们在外面啊，看一下你们在外面，等会我看一下，这不是特斯拉吗？对，这是特斯拉，这是一个毛豆 Y 啊，毛豆 Y，新车现车一台，毛豆 Y 啊，毛豆 Y。你们喜欢这款特斯拉毛豆 Y 的话呢，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后台啊，直接私信我们后台。你喜欢这台特斯拉的话呢，你对这些车的所有配置都是了解的非常的完整的啊。最主要是啊，价格我们是非常的美丽啊，非常美丽，指甲好看，好看吗？你可以看一下啊，来看一下我的指甲，好看吗？粉粉嫩嫩的啊，粉粉嫩嫩的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下一台车啊，我们看一下下一台车。